这一集就是我们的幕后人员大问答。我们有在 FB 啊 IG 收集了100个问题，啊，今天这些人全部出来了，出来面对。今天被拷问的对象：剪接组、企划组、公关组，还有老板娘，还有摄影组。为什么想进蔡老板的公司工作呢？请问你是他是你的偶像吗？还是薪水开的比较好？还是离家近呢？为什么？回答。想答。离家近。没有人是为了看偶像吗？有啊。看偶像会。财务大臣是李飞吗？那你的薪水拿多少啊？我没有薪水。因为钱都是你的，我不发薪水的。请问蔡阿盖有很严肃吗？会反差很大吗？不严肃，老板是很认真。有没有遇到拍完片还没剪的档案就被洗光光呢？我们一个档案都存3遍，不会不见的。因为老板会很不爽。薪水是算月薪吗？还是根据每个影片的流量发薪水？月薪，月薪，有有奖金，有奖金吗？有请问阿嘎剪片的软体是使用哪一个 ？Premiere。我剪到现在还是用威力导演哦。大家不用担心，威力导演就可以剪10年了。好奇要读什么科系才能培养技能和作品呢？新媒体系，传播媒体。企划是什么系？宗教系。社工系。社工系。我们都是。我们的社工系内心有排斥过阿嘎的工作吗？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啊，是怎么调试的嘞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这样。蔡老板最爱哪一位员工呢？剪接遇过最难剪的是哪一支？我是开球，因为开球要1天剪完。我是Garmin人。Garmin人太长了，太长，字幕太多，怎么快速剪接完一部影片，然后快速上字幕呢？这我可以帮你们回答，不可能。有没有在工作上不爽，然后不爽阿嘎，然后想离职？有人举手啊？哎，你在这边，你在怎么回答？想请问幕后人员，这个工作是最麻烦、最难伺候的人是谁？汉哥。你们还要帮他准备饭菜的，嚣张哎，嚣张！有些不错的主题都中断了，像什么大师啦、挑战号啦，是因为点阅率不佳还是太难剪呢？因为很烧钱。那我们存点钱。对对，回去会继续，没有中断，没有中断。拍摄之前需要开会讨论如何拍摄吗？要讨论什么？现场就可以决定哦。这题是问企划的，哦，好长哦。企划包含哪些工作嘞？是需要发想吗？然后要看制片要洽谈场地吗？然后跟艺术的合作需要有什么公关圈负责吗？基本上就是脚本发想，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些 idea， 道具会一起准备这样。对对对，哦，这些都会一起。这边是道具制片组。哎，剪接师可以把阿嘎全部剪掉，正逃会吗？好啊。员工一个人爆一个老板的料，不喜欢娃娃，完美角度屁，公仔绝对不可以错角度。以为自己是三下自己。每天都会很厌世，很想下班，还是直接住工作室，以工作室为家了。好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对，是不是住这边？刚刚到阿嘎的工作环境，什么感觉？是害怕还是兴奋呢？我很紧张。很紧张。是见到本人，蔡老板本人吗？阿嘎会负责社群吗？看回应啊，留言什么的。那公关负责什么？不懂啊，没有。案子推出去，钱进来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负责找钱啦。哎，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嘞？这是原本认识的啦，哦，这是老朋友啦，是学弟啦，学弟就原本认识。其他是新来的伙伴，是104啊。一看你工作会有那种跟明星共处一室那种，好会有。还缺员工吗？我们缺钱。最难公关的公关事件，因为阿嘎太爱洗羽毛了，我们本身在就是公关上没有太大危机，有危机都是客户。你看多公关啊，公关嘴啊！谁办公室谁最常呛老板？还是没有人敢呛老板？1、2、3、4。第二，哇，在哪一间星巴克？他想要巧遇，大家可以回顾一下。嘎皮吗？后来，
刚刚有拍过星巴克那一集，拍的那一集之后就被支遣的。对，我觉得大老虎公司很梦幻，该不会是104有开过职缺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请问嘎妹有薪水可以拿吗？就是我吃哥哥，用哥哥，住哥哥，对，因为他做牛做马。这段一定要剪进去哦，大家帮忙带菜刀会的时候，菜刀有没有付钱回馈一下加薪呢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请问工作时间都多久？我们依照劳基法有打卡的，遵照劳基法了，不要看笑。有没有以前是酸民，然后进来才喜欢蔡阿嘎的？看到你个讨厌还要来。嘎妹跟李飞的弟弟可以凑成一对吗？还有女朋友了。对，女朋友了啊。别人就讲了，很尴尬。请问一下，蔡阿嘎有提供什么不合理的要求吗？不合理就不会待这么久了。想要离职那一天播了。有没有想跳槽到哪一个团队过？那就不要做，就不做员工。哇！哎，蔡阿嘎是不是很烦？要你们常常要加班。老板不管我们啊！对，我其实平常没事是不会加班。根本不知道我们加不加班。有没有对员工潜规则？可以看看这些员工吗？怎样呢？请问钟汉摄影师跟多久了？是大学同学吗？是学弟。学弟多久了？六年。蔡阿嘎做过什么事让你觉得他很消极白？都很急白。然后要学会消极白。薪水福利好吗？梦幻职务，那不用再加薪，太好了。团队目前多少人呢？是阿嘎剪片还是团队剪片呢？团队目前就看到了这些人了，这些人，现在就是剪片师剪片了。拍片的时候，阿嘎有 NG 很多次吗？我没有说 NG， 没有人会说我 NG， 我只是导演。前电影宣传，为什么愿意来到阿嘎的团队呢？他怎么说服你的？自愿来的，很开心过来的。剪接组，你们剪这部片的时候可以不要打码吗？这部就不会打码。大家的妆容，大家说这谁？是不是因为蔡桃贵才加入蔡阿嘎的？是，哎呀。剪接师是怎么那么厉害剪陶贵的影片？你们是婴儿沟通师吗？没有，他们是剪接完陶贵的影片自己会看几遍呢？剪的时候就看多遍了。剪完没关系。请问剪接师，你那个阿嘎的脸看久了会不会想吐啊？会。老板会不会一直要求你要接什么画面，一直干涉？不会啊。慢慢给我们发挥的。剪接组如何面试的？先直接答案给他剪剪看 ，OK 就直接录取。请问幕后哪一个人薪水最高？一二三，指他。这才六年的你吧？应该啊。请问剪完的影片在发出去之前，阿嘎会一一审核吗？当然了。有想过要离职的事情吗？什么时候会想要离职？我直接回答蔡东汉有，他已经试过好几次了吧。剪接的姐姐是不是剪陶贵比较有劲儿，剪阿嘎的片就没劲儿？什么片都有劲儿啊。心虚。进入阿嘎团队的挑选条件是什么？都要女生啊。大家知道谁面试了吗？剪片的时候第一时间能看到蔡老婆原汁原味的影片有什么感想？很可爱。对，特别真的很可爱。第一时间看到蔡阿嘎原汁原味的影片有什么感想？很有趣。请问谁有男女朋友了？单身的举手啊。请问实习生怎么找的？我朋友没有，他就想实习，想实习，其实是要追嘎妹啊，他的高中朋友。对啊。有没有影片剪好了，阿嘎不满意要重剪的？重剪没有没有，没什么再要修啦。修。每天大概剪片要花多久时间剪片呢？上班时间9小时，差不多吧。完全符合劳基法规。会偷偷聚会的时候讲阿嘎坏话吗？换了个说法，谁最会讲阿嘎坏话，请指他。一二三。阿嘎有让你们常常跟着他东奔西跑拍片加班吗？哦，蔡东汉而已。相机落地，老板会心痛吗？会心痛。阿周是我，是我自己摔了，从头到尾是我自己摔的。对你摔了两次。还好，那种身外之物，我们员工不要受伤比较重要。什么时候也要有个可爱的小宝宝。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。这你可以控制啊。我控制不了。老板会很凶吗？我们有更凶的，我最凶。拍摄手法如果出现分歧，谁会做出最后的决定？他是导演啊。导演。所以没有分歧的问题。没有。公关组要干嘛？小厂商啊。厂商，客户，然后还有一些窗口。我都问他们是要跟我吃饭还是要签约，就签约了。对，下次员工旅游想要去哪里？还想去美国。土耳其、澳洲，你去哪我就去哪。哇！
澳洲黄金海岸，老板最爱的日本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。我最近想去名单岛。公关负责影片的什么部分呢？看不到的部分。叮叮当当的钱呐、啊，是公关负责。老板怎么管理员团队的呢？自主管理。对。老板是不是有逼迫你们要交出有关女优的企划来处理？没有。妈妈，因为我自己就提供了很多。请问年薪有百万吗？应该问这种资深的。年薪有百万吗？差一点到千万。你希望被扣薪，还是永远不要见到曹特拉贵？曹贵是无价的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我们这个 Berry 九。我一个人也都没有你了，那我安装吧。当企划会很烧脑吗？要想一些点子啊什么的。工作内容有哪些嘞？每天都在烧脑，头都快秃了，像吗？想本。然后刚刚说的是道具，准备道具。然后场地。Oh, 老板娘会不会其实私底下很凶啊？老板娘会不会很凶？现在的企划是不是自由想啊？还是阿嘎有要求，你会照他的要求打一份呢？我们会自己想，然后跟老板讨论。娱乐业基本上起薪都很低耶，你们也是吗？我们是文创业。拍片的 idea 是你们先提出来，是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吗？可不可以讲一下企划确定的流程？大家有想法都可以丢出来。对，这个完全六人奶奶没丢过东西。啊，刚有没有欠发或少发薪水？只有多发，提早发。剪片人员是依照脚本剪，还是可以自由发挥剪？老板会很爱介入指挥吗？自由发挥，因为老板不来。剪接师蔡先生是阳明高中毕业的同学吗？是阳明高中三年二班的。不过他是摄影师，不是剪接师。哎，钟汉现在还有在跟蔡阿嘎合租吗？没有，他已经结婚了。都结了婚。企划组如果当下想不到主题或灵感，你会干什么东西？先下班再说。先下班，想不到就想不到嘛。你在干嘛？喂。剪哪个单元最崩溃？我觉得应该要回答是这一集会很崩溃。大妹看到蔡小贵这样，自己想生几个？他这辈子照顾他就够了，对不对？贵。蔡小贵没有想被他照顾这样。请问一下，蔡小贵的居家习惯好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洁癖了，对，太好了。他会说制作影片的成本是由谁来掌控的？不计成本，成果哇，不计成本，只计较成果啊！嘎妹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不要乱了，不要乱了。他刚曾经说了什么有关工作上的事情让你觉得很不服的吗？他就真的比较有创意，有什么好不服？我都想不到。大哥年终奖金都给多少呢？看你的表现。女员工都是阿嘎亲自应征的，没有，都是刚好，刚好。哎，你们平常的那个脚本会有分镜跟台词吗？有台词。没有分镜，嗯，我们没有人会画画。最喜欢拍哪一个系列？拍摄，拍摄哦，拍摄的话当然是拍 AV 啊。那你最喜欢拍哪个系列？出去玩的。从拍片到剪片，平均多久可以上片呢？如果老板说要提升器材设备，老板会爽快答应吗？会，绝对会。嗯，最快就是当天吧，像开球，美国开球。请问业配是厂商找你们，还是你们主动找厂商？90%是厂商找我们，10%偶尔还是会主动去问。蔡阿嘎在什么情况下会生气嘞？刚睡醒。为什么蔡阿嘎头发越来越少？是不是阿嘎给你的压力太大？基因问题。他爸也是。这怪不了别人啊，我爸爸、我阿公、我叔叔都是啊。公关部门呢，是颜值重要还是对应比较重要？颜值多重要？你看看。是不是精挑细选的？请爆料老板5个怪癖。哎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最后一题了。哦，棒棒。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大家点进来看标题是要问这一题。阿嘎，给你们月薪到底多少？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对啊，跟都一样。那你们彼此知道彼此多少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什么？你们知道蔡老板一个月30-40万？哇！我没有开玩笑，他真的一个月30-40万，大家播出几个月查他。大家不能讲，好了，讲满不满意就好。你现在满意吗？蔡老板满意吗？非常满意。好啊，了解了解。满意。了解。10分满意。满意。哎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结束，100题。好了，感谢各位，应该有了解到很多我们工作室的秘辛啦。啊，如果想要来应征的，啊，我们现在不缺人，我们还有5集，好不好？会再回来答大家500集，谢谢各位啊！想要再问什么，我们是各大。
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但目前不好混哈，很累哈。对，你看，一做完工就臭脸，就是这些幕后人员。你看那个什么，最会讲坏话，蔡老板他都讲什么坏话？快点，没人，快点，他都在抱怨什么？老板每次都要剪那片都好快就要剪出来，根本就剪不完，可是还是剪完啦、啊。就是爱抱怨，年轻人就是爱抱怨，你看年轻人就是这样。啊，没事。